继续来看的是伫咧嘉义县的部分，嘉义县相当积极来面对着即一届的疫情，全力来提升着民众注意防射的比例。现在大型的预防射接种站已经进入着第三波的时段，以48岁以上的民众，佮有罕见重大疾病的民众为主。嘉义县即一次系得中央配发28000剂的预防射，现主时却只有21000的人登记。嘉义县长翁章良呼吁民众爱踊跃来注意防射，努力来提高着整体的施打率，才有法度做伙来对抗病毒，共同来做好防疫。嘉义县处理新冠肺炎防疫积极，嘉义县长翁章良严肃对抗病毒。带动嘉义县整体公务力量总动员防疫，成效有目共睹。大型接种站进入第三波，疫苗施打以48岁以上以及罕见重大疾病者。我们继续第三波的大型接种站的接种。那这次是48岁以上，还有到所谓19到64岁这些罕见重大疾病哈。那我想整个施打。那就按照我们整个登陆那规划跟安排，那嘉义县即间拢总安排28000的能量来预备施打。那当然这次登记的才登记了21000多人，而且我们还开放夜间的施打。那希望一寡上班族你是无用，暗时来当住哈。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来努力共同来防疫，踊跃未来有登记的时候踊跃的登记。那我们到月底应该达到总统的期待25%，那没有问题嘉义县可以达到这个目标。那当然我特别交代所有的工作同仁，这是一场持久战。那既然是持久战，必须要有耐心，而且要耐烦，而且要耐操我想这个打这场仗那未来还有好长的时间要打。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保持最高的战斗意志，那能够让自己的身心灵得到最大的平衡，那才可以应付这一场这么严肃的严峻的一个战役。咱吼来再讲吼，连续吼一个多月来都是零确诊吼，所以咱的零确诊，咱的防疫工作落实，咱的防疫工作做了好所以咱今仔过来就是加强咱的施打力哦，施打力愈高，吼咱的群体的免疫力愈大吼所以咱嘉义县，咱大家就会当安尼吼过着咱咱讲安居乐业生活吼，我想咱。好，各位贵，吼，咱来再搁达到25%，吼，就讲八月来搁完成，安尼在顶面咱就来搁加油来再，吼，做50%以上。嘉义县这次有28000剂的疫苗能量，目前敢若有21000人登记，县长呼吁会用登记，较紧登记，努力拼涵盖率，做伙抗病毒，共同防疫。谢谢新闻蔡明东，新港乡蔡宏博德。感谢每一位来注射的乡亲，越多人打，我们就有更强的群体防护力。有位置，我们前面都可以坐。咱的目标是要拼60%的疫苗接种率。有就来做啊！拜托，什么就做什么啊！有疫苗就赶快打了。手机上网预约，你有办法用的。叫少年的用，真紧就完成啊！这动线足仔细的啊，很满意啦，很好。一下子而已，休息15分钟，安就好啊，安就好啊。无论山海平原，咱拢有先疫苗接种站。为了方便上班族，我们特别开放夜间施打服务。全家60%防护力，需要你我共同筑起防护网。那别急着哦，现在就上网去登记吧。